当时我就是，自己暗下决心我要跟他离婚，但是我把这个话，当天晚上也给他说了，我说我们只能离婚呀，那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说如果你说，如果你真正遇到了一个小三，对方是女的，我可以改变，她毕竟是女的嘛，我可以改变，但是你说，你是同性恋，你喜欢的是男人，我不可能去做变性手术，我也没那个能力，我也没那个条件，所以我说我只能离婚，我没别的办法了。但是真正让我去面对的时候，我总感觉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并不是说你想离就能离。就是也是个娃子，还有个娃呢，那个儿子那时候。30几千，车钱是个下下钱。嗯。就是今年来说，不如手机随便过，如果是成熟的合同，就是今年来说不赔数也是了。嗯。慢慢的就变糊掉。哦。今年是一年新的厂子，事情都赔后呗。嗯。哦。慢慢的变数。嗯嗯。当时让我去抽个签，我抽签的时候。求的是下下签，大概签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就在一个怎么说一个山洞中迷了路一样。保佑你全家大小身体健康，六根清净，工作顺利，出门平安。但是我感觉我目前的状况也是这样，财源广进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十六我有的时候想起诉，有的时候想协议，有的时候想什么都不管就这么过着，也有的时候想跟他，我说实在不行，我说我就跟他直接去说，我说我想跟你过。好多的迷茫。